我就知道你躲在这里。我没躲啊，我就是来看看这些花草到底能不能治愈我。嗯，治愈到你了吗？呀，四叶草啊！哇！ 你知道吗？从三叶草当中找到四叶草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，你就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幸运儿啊！你说你棒不棒呀？啊，还不错吧？哦，什么还不错呀？这个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幸运草，能够拥有它的人就能够一直拥有幸运。啊，原来这个就是花草神奇的治愈力量啊！哇！ 打你了！哎呦，所以你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